饭店去，大排档开业了。下了吧，这跟前不少家挂灯的呢哈。大排档这家挂灯了。哎呀，这个麦狗来看哥哥家，头一回来哈。对呀，麦狗第一次来。哎呀，好菜呢，做不错呀，味道挺香。当甜品吃。穿鞋啊！嗯，穿鞋。哎呀，这样都下厨了，看小天儿，小美女下厨了。哎呀，就给侯嫂我们做点东西吃。有口福了。进来，胡哥。看不着，你说还耍人嘚瑟是嘚瑟声。哎呀，这昨天给我饿，今儿得是得劲儿，咋？血糖高点没？这么今天给我折腾，饿死我！上来说了，来上这儿晾他。你让我坐着台阶，那是有病，我给坐多好。看着不愁，猴哥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呢。这是我给他做的。猴哥自己做的，多好的待客。这都我自己整的。我买一个这枫叶，我粘上了。一元店买，三块钱吧，好像是两三块钱。两三块钱不贵。亮堂哈，这小区你看，这边不少人家都点灯了，看咱对面。哎呀，都是中国人。这两家点灯都是同胞，嗯。是香港人。那是香港人，这是广东人，这是大陆什么地方的？哈尔滨的。哈尔滨的妹妹。明天你们过来吗？啊，明天上他这儿来。嗯。这两个南瓜还好好的。下雨了，钓鱼点了。亮。多好！这大门前后就分开了，看，多好。这晚上浣熊一来一走，灯也亮。对。这都是猴哥买的，看多好看。这我买的是图案。原来两个车库让猴哥扒一个，这个车库啊，你虽然拆，但是你拆政府不管，你要再建，一定得去申请，那就不一定批给你了。你看这一趟房没有双车库，只有猴哥家两个。我为了我们大车有地方停到这后院去，所以猴哥就把这仓房拆了。但你卖房最少得少卖5万块钱吧，就没这个车库。车库很重要的加拿大的地方，原来是双车库的，我买房是双车库。但你拆可以，你再建就不行，政府就不让你，一定得申请。好嘞。那好了，你看你帮我报号。行。OK。你俩咋喝酒了？天哥，他家主动请客。这回咱俩买一个高厕所，那个昨天拿的架子。我太累了，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哎，吃麦克，就是辣椒，我麦克吃不了。做不做？你这个一人往里放一会儿。行了，别整了，吃吧。我到时候发。哪个香港人？是大陆产的，是吧？嗯。我一生命听他啥是麻辣豆腐没有和当没有 Michael 拿的是啥东西 啊枪打子弹枪打胶皮子弹的对对对枪啊啊胶皮子弹没打出去啊柠檬派的这搅出去没出去别打来你没什么办法我教你来你给我装上手啊这个啊哎呀这三儿什么人搬回去咔啪再搬回去再搬回去啊对
哎，很大劲儿，你打下自首都疼吧？你打下自首。这样挺好玩。你说为啥妈乐了？哎，男人都这玩意挺好玩是吧？哎，我妈乐的脸上褶子都出来了。这枪啊，还有这老大的。啊啊！来，你没枪办好吧？来，多少种啊？哎呦，没打住人，搬回去，咔啪再搬回去，再搬回去啊？对，哎，很大劲儿，你打下自首都疼吧？你打下自首，这玩意儿来劲儿了。你看为啥妈乐了？先你把这个收拾一下，然后我们放家里的。哎，好了，那你就这玩意儿挺好玩是吧？哎呦，妈乐的脸上褶子都出来了。这就这枪啊，还有这老大的啊哈，胶皮子弹。不用，这玩意儿来劲儿，玩儿来劲儿。这玩意儿小孩买家当的玩具，对小孩真好，一点危险没有啊。这玩意儿打的也够呛。这玩意儿打成啥胶皮？这打你我打你一下试试。你打我，打一下看疼不疼？打呀，没事儿。这玩意儿头疼到了，打哪儿的也不疼。打脑袋，别打脑袋，别打脑袋。打脑袋也不疼。啊、不得，这脑子猪脑子，铁脑袋，猪狗的铁脑袋。哎，狗脑袋。这会儿空吃完饭还有饭后甜点。是。小天准备的。是。谢谢小天啊。点心就跟小天一样清爽、嗯、那吃点吧甜蜜。我的，把你的拆开了。又整啥玩意儿？哎呀，叔厉害呀！你全拿回去吧，我拼不上。我让你妈才看到小红买花重金买的，还自己整不明白放那儿。哎，你俩这拍真不错，我下次请。